家喽。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，我出济宁出院呢，我回家看一下皮皮。医生说还得早啊，还得等几天再生。我就回家看一下我家皮皮再去。走，快回家。爸爸。小王家皮皮了，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你。啊。看看我家皮皮真是皮皮是壮壮的，有好些好些朋友说是，壮壮跟皮皮长得差不多。来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看，你这趴了干啥？撒娇了。撒娇了你？哎。爸过来，坐下，坐下。皮皮啊，想我了吧？啊，好几天了，都差不多有快半个月了，没见皮皮。哎呀，皮皮握手，呀，不用说说，握手他就握手了。来，那个，握手握手。你看两个的真，坐下坐下。我们家两个小狗，小宝贝。壮壮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，帅了。皮皮听话啊！哎呀，好好，你看他真能真的，我摸他嘞。好好好，两个都摸好不好？好几天没见你喽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去看我舅舅，两个舅，抱的东西。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咱家里有东西，我张叔他们给的，这都是好的。叫爸爸给我送过去。啊，我送过去。这宝宝尿。弟弟，你该进来，回来吧。来吧，脱衣服的回来，来，你家，走。哎呀，你高兴了，你看咱陪着你看。别去了，你俩，等下我们回来啊。等下再回来，你在家等着，走。回来吧。像的，还不是不舍得吃。俺镜子，俺镜子的鲜亮，你看我这衣裳都是鲜亮的。嗯，你的鲜亮呀，都是一样的颜色。这个是青青玉，大概青玉。装山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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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上济宁了，买点蔬菜吃。以后就在济宁住了，因为要在这里待产。生孩子了的你，走我。包括三块，那不知道了。
没有水，这个是脏水，你要怎么办？干就不好了。这是刚才的毛病，没有水。那你们拿我给你。我给你拿，你自己送就可以了。都给俺三块吧，就是三块。嗯，这个卖三块五的。哎，你给我装去。你给他生菜也行。嗯，给我生菜也行。生菜三块也是。你要哪个？你都贵。生菜呢？两块一。不，让咱们再弄了吧。你买这个鳄鱼了呀？啊？哎呀，谁叫你不买给我了？我也买给你。咋不买给我？那下鸡蛋就来了，我给你搁哪里了？那他大的，大袋子，那哪个没了？搁哪个？搁这个水桶里就可以了。行不行？哎，哦，你拿2.5，我还买。就是啊，下次你2块钱就买给我。他的小，我的大。哎，大的差不多。哎呀，走了。啊，走了。要这跟俺的包差不多，几岁了？几岁了？三岁多了。3岁多了，我那个6岁了。呀，跟皮皮长得差不多啊。皮皮长差不多。公公还是母公？啊，公公。小公公。来，我给他摸摸的来。还听话呗？听话的。哎呀呀，跟俺皮皮差不多。你让他握手吧。他会不会手握手吧？会握手吧，来握手，来让他握手。跟皮皮一样啊。握手。他变我了。带上小铃铛来。漂亮了。走了。来握手。哎呀。太乖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大黄。大黄呗。哦，你叫大黄啊。哎呀呀。三岁了。这个家跟皮皮差不多是吧？嗯。都气他。你看看。太漂亮了。啊，不是漂亮，他是帅。是个大帅哥。握握手。握个
手，握个手。他跟你母亲也不握个手。握个手。可喜欢狗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可喜欢狗了。大黄。你留不住他。